欢迎收看2100整点新闻，我是杜逸轩。新闻开始来关心，台新金和星光金晚间8点召开重讯记者会，双方的总经理皆有出席。台新金宣布将提高换股比例，调整后转换价格。星光金后每股换股价格为14.18元，相较原定价格提高到25%。